二提摩丢第四章第一到二十二节。耶稣救主每凡多进来掠世界方，每判生人甲死人，而每作王命令，出海人必到安样，今下错上帝的面前甲错耶稣救主的面前，爱真真紧紧喊你，你爱传上帝的好消息。各点准备将来传给好消息，烦恼好的情形也是唔好的情形。唔错诶，你爱讲本嘅调人啲，你爱把甲旧把嘅调人，了拢中你爱耐心做出来，甲爱照上帝嘅教导。人比嘅时间未到，人未未接受真嘅教导，嘅调人未潜安多先生。要讲本家调人堂，家调人人堂的教徒，招二七加二耶。家调人不暗黑二宫，唔会堂真的教徒，但系都不打开二宫来堂落故事。烦恼黑娘，你提摩丢斯，你爱晓原来对隆重事情，爱耐心受苦，爱做人工作，传上帝的好消息。甲做巡查来上帝本意做嘅工作，喺讲到爱保罗，亚时间都可以去到嘅。爱每时刻奉献亚命本上帝，亚是一日子安求呢。爱要停心时咩必须停多安好，甲要停多全面。各位爱要照顾亚心时咩？今下主耶稣如准批将爱本爱得到金毛，像王带的金毛，人比爱必须赢的。这金毛就是真理的金毛。末日的日子，主耶稣就是最公平的那根头，爱本爱得到的金毛。爱得到金毛的，唔系单枪爱核子，但系。隆重人暗想甲金灯主耶稣多进来耶，也未得到金么？提摩太，你爱表格来阿列比，人比得嘛都念多列花花世界耶，伊离开爱来走去提撒罗尼加地方办，格斯格斯本爱派去加拉底亚地方办，提多斯都爱派去达尔马提亚地方。请卢卡斯子向下格艾列比耶，你爱去抄马古斯格带佢来列比，准备佢做嘅工作对艾按重要，按天数到艾。第七古斯本艾派去埃弗苏埃提方便，喺讲完来，你也爱带本艾亚长袍，艾边系坐德罗瓦斯埃提方便呢，就系坐格尔布斯埃布便。各位，我记下本经书，你也要带来。最重要的就是家用皮做的经书。亚历山大就是个扎大铜、扎大铁的人，要做安多坏事对我耶？上帝要罚你，叫你做的坏事，你也要小心对他，准备他安分对世界教徒。头一年初六干空，我要帮我担晒事先。末日责任天数艾，隆重都离开艾，并吃艾蛋沙，希望上帝原谅伊条沙。但系主耶稣就甲艾乡下甲主本艾能力错计立干行，准备伊爱艾传给隆重上帝好消息，所以隆重没有好的人错立干行诶，也就听到计好消息。就系人比安样，主耶稣表爱托下大家老虎的罪。主耶稣不表爱路大隆重坏事，而不救爱，所以爱不落初亚天同行的结果。就系伊最上多拯救的。阿门。你讲本普里斯基拉甲阿奎拉蒂，各位也爱讲本奥内斯弗鲁斯的家人蒂。爱答应门几条啥消息 ？Erastus 和 Corinthus 爱提防变黑，各位 Trophimus 很不单偏，爱唔爱爱变黑几错米勒 Tus 爱提防。
提摩提乌斯，你爱变格来干做很忙两天。埃布鲁斯、布德斯、里努斯、克劳迪亚，甲初列比埃隆中兄弟姊妹，合埃搭进攻你地，你调查，问你调查消息。希望上帝甲你恐吓电器，上帝不你调查也复去，人比上帝安好心。